系系，听讲系集半嘅特别版，系咪？集半嘅，即系九十分钟，系啊。咁就因为都即系都系啊，期待咗好耐嘅。咁就希望就有更多同埋更新嘅嘢俾大家睇到，系同埋都挂住交战嘅团队，耶、yeah。系咯，同埋因为 season 3都唔知几时先开，咁所以可能制作组都决定啊，今集长啲啦，因为我哋都未试过个半钟咁样去做，咁所以就俾大家多啲唔同嘅 game 睇下，唔同嘅情节睇下咯，咁希望大家会中意，咁就试下瘾先。即系预演下咁样样系嘛，即系几时开？系咪因为你期难度啊？要睇你啊？系咪因为？咁可能的確有一部分係因為我嘅，咁但係唔係嘅，大家都好多工作嘅，即係大家都有確實有劇拍啊，有電影拍啊，有唔同嘅工作在身，咁所以的確夾曬六個人嘅期，的確比較難。咁但係我哋自己六個咧都好將交戰擺得好頭嘅，即係自己都好希望真係可以拍到繼續拍交戰，因為真係覺得拍嘅過程好開心好玩啦，同埋亦都覺得可以帶到好多歡樂俾觀眾，我覺得好。我哋都好開心，咁所以希望可以快啲拍 S3， 同埋最大嘅願望就係唔好分 S 幾咯，即係一直做落去咯，即係每個星期都有可能，咁就可以 keep 住長壽做，咁就唔需要啊！大家每次睇完一季又要等成年先可以再睇。即係你想變去做長壽節目？想㗎，想㗎。因為你是的，是有难度的，但是这个是梦想，梦想是有点难度的。是的，就可能趁有时间拍多一点先咯，储定多一点存货先咯。还有即是不止我难的，我相信节目组都觉得很难的，因为度桥都 很困难的，真的他们都很辛苦。所以希望未来有多些不同的方法见到大家，不止在节目上，我们六个人是。百萬嗰套，哦，拍咗，拍到都尾聲噶啦，都係啊，所以都好開心，係啊，好感恩嘅。殺科就應該六月中咯，六月中四五日後咯，唔會又冇咁快，冇啊，冇十日內。应该都有工作安排紧，系啊，所以就但系仲倾紧嘅，所以未确定咁咯，系。因为有冇时间去睇演唱会啊？哇，好！你啱啱阿 Eden 哥好似话有预留俾我，有预俾佢哋嘅，系啊，咁就好感恩，系。系啊。係一定有預備佢哋嘅，咁即係上次演唱會見佢哋咁落嚟，又整燈牌又成咁樣，即係又嗌到咁，咁唔好意思嘛，我都要俾佢哋。不過俾面回饋。係咯，即係唔俾講唔過去嘛，即係如果唔俾佢喺大家啲媒體面前係咁講，Eden唔俾咁咪啊點算咧？講笑啦，講笑啦。其實因為我哋仲未知道自己確實有幾多張飛，咁但係我都預先同佢講，我一定會留俾你哋嘅，即係根據以往經驗，我相信我嘅數量應該點都夠。夠有五張嘅，咁所以我點都會留俾佢哋嘅。全部單丁位喎，但係咁就好過冇啦，有啦，有一睇好啦，感恩啦，係啊，係。Zoom Mirror 場嘅情況係嘛？我因為今日喺度做緊嘢，咁我啱啱間唔中碌下都見到少少，就係話好似好多人去到俾錢嗰版，但係點知又買唔到，即係好多見到好大家好失望啊。咁但係即係咧，我都有少少愛莫能助，即係我都唔知道可以點樣幫大家。咁但係我覺得可能個伺服器要 upgrade 下咯，即係可能嗰、那個是吧，即是可能因为我可能当个流量太高的时候，他就可能有少少负荷不到，那就导致那个效率很差，或者令到很多 error 出现，可能那就希望未来的伺服器可以叻啲啦， upgrade 下啦，那同埋都希望自己如果未来再开 show， 即是 Mirror 再开 show， 可以再多啲场啦，那同埋都可能预留更加多的場次或者票是給即是 Mirror 的 fans 啊，真係係咁就係啊，有留意啊，有嚟到，其實係買唔到飛，係啊，你驚唔驚今次人嚟？哦，係 OK。都有少少學留言㗎，你係。
即係上次可能前夫嗰個 page 啊等等嗰啲，我都有留意到嘅。咁其實我都好明白大家嗰種心情，即係可能比著我都會好嬲，即係啊點解我哋咁支持你，點解連買張飛都咁難，或者可能啲飛可能去咗反而唔係啲 fans 度，咁我所以大家咁 desperate 嘅心情或者好。即直情嬲啊！我都明嘅，真係明嘅。咁所以，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加好嘅方案去處理啲問題啦。即係無論係公開發售嘅幾多 percent 啊，定係有幾多 mural 嘅牆啊，定係嗰個售票個方式啊等等，都希望未來可以經過今次經驗之後，可以有改善啦。即係自己都好希望令到真係想睇嘅 fans 都可以睇到，因為。系咯，大家都咁支持我哋，咁锡我哋嘅时候，我哋都好想我哋可以真系亲眼可以表演到俾大家睇。做翻啲乜嘢去氹翻佢哋，等佢哋即系可以个可以降低啲。仲有啲咩氹佢哋？咩表示啊？大家唔好嬲啦。即系如果因为如果我话我会尽力做好呢个表演，咁佢哋又睇唔到。仲嬲啊！我會留啲力，遲啲表演俾你睇。OK， 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希望大家，係咯，未來我相信我哋未來仲有好多唔同機會可以表演俾大家睇嘅，即係唔淨係今次嘅，係啦。係啦，睇住交錢先咯。應該係嘅，應該係嘅，係咁。Summer Sonic 呢一個其實都好意想不到，我都係突然間先見到，有個咁嘅機會嘅，之前唔知嘅，完全唔知。咁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好，即係對 Mirror 嚟講，我覺得係好緊要同埋好珍貴的一個機會啦。咁所以我哋都，即係我覺得我哋一定要準備得好好啦，即係唔好係咯，唔好丟香港架啦！我覺得首先，同埋希望可以俾大家睇到香港嘅男團係點樣啊，或者可以俾大家睇到哦，原來香港而家嚟緊 upcoming 嘅一啲新嘅歌手團體都有佢嘅特色喎，或者有佢嘅能力喎，咁希望可以令到大家開始留意翻香港嘅音樂。我哋差唔多啦，唔好意思，要趕住拍攝。你聽有咩？係。暫時就真係冇呢個消息嘅，暫時真係冇嘅。咁但係我自己都好希望可以拍續集或者電影版，我都好希望拍嘅。咁希望未來有機會啦。係暫時就真係冇未有消息住。頭先咪咁講咗，係咯，拜拜。